Hello， 各位 YouTube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斗，欢迎回到频道。OK，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，为什么呢？早上我才释出《战地风云2042》第七季的最新消息。那在没多久呢的 Finals 呢，公布了它正式版的 Final 正式版的推出。那我觉得今天觉得非常的兴奋哦。OK。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。那等一下呢，我虽然不会开直播，但是我会持续的录影 The Finals 的这个游戏齁。那我已经下载好了。那我蛮兴奋的齁，蛮兴奋的。那就如同我之前说的齁，这个他们终真的在12月初释出了 The Finals 的这个游戏齁。那今天是第一季。也就是说12月份的第一次，那他们之前是讲说有一次三个月一季，所以如果没有错的话呢，到明年的3月到4月的时候呢，会在第二季。那他们赚钱的方式，因为这个游戏是免费，所以你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游戏。那欢迎加入这个超过750万公特的 Finals。那我相信呢，这个游戏会给你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体验。如果你之前你们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。其实我蛮好奇，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老实讲，哦，这边有提到了，哦，购买的他们是靠这个东西在赚钱的。那其实我是看一下 ，OK。OK， 好，那我大概知道了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他们的这个赚钱的方式哈，赚钱方式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个游戏呢虽然是免费哈，但是就是说他们要这个方式去赚钱。那这个游戏目前还96天，这个游戏是否能够带给 FPS 另外一个高峰，一个颠覆 FPS 这个高潮呢？其实我个人也觉得蛮好奇的哈，真的是蛮好奇的。我看一下他写什么哦。嗯，哦，他什么都要，什么东西都要买，我看一下什么东西。哦 ，OK， 好，那我大概知道。大概知道了，好，我大概知道了，好 ，OK， 那老话一句哈，如果他游戏做得好，我们付钱是应该；但是如果做得差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就我就不是很鼓励玩家去购买这个。OK， 我是一斗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